谢谢，好，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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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去进行冬令救济，关怀弱势的民众。基隆市长谢国梁特别来感谢这些善心人士出钱出力，让在地温暖，爱心源源不绝。我们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冬令救济活动，包括江世良主委跟我们的简主委都有非常多的爱心。今天来到这个冬令活动，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。后面也有很多的书法的活动相关的，在寒冬中给大家温暖，真的非常的感谢，谢谢。我想慈修宫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慈善爱心的一个活动，那正值这个年前，而且天寒地冻，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爱心温暖分送给大家。那这个也跟我们所办的这个爱心冰箱有同样的这一个用意。那我想大家都在年关之前，希望让所有的人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温暖与爱心。我们的慈修宫这个已经开机到现在已经有66年了，自开始以来就都有做这个冬令救济。我慈修宫这电灶是作灵感的，以前要来救济时就说要恰心要来救济，他就是有那个愿望。我后来他没救济时，我也想要办这个冬令救济，电灶很高兴，所以我继续冬令都要办，冬令要办。所以我这电灶很兴，乡亲都很多，这种都是尤其的个人，当然都是这种家庭感情。当有米啦、油啦、面啦、饼啦，这每年都有办，办这个几年，我总干事办得真好，这你都合着上这春联啦，慢慢油吼、米油，弄。那所以我们原则上都不用到庙里面的香油钱，就由信众大家共同来捐书来赞助。那我们会成立专款，当这个经费如果今年用了有剩，我们就留在专款，等到明年这个专款到一个阶段以后，我们再加一个行政区，就是逐年增加行政区。我们今年有仁爱中正信义这样700多户。而现场除了冬令救济爱心活动，另外还有狮子会的血糖健康检测。而慈修宫在旁边的李明会堂还规划了名家挥毫显车领的活动，让在地充满着浓浓的过年人情味。基隆有爱城市，记者黄日升基隆采访报道。